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又告诉我们一个易行道，那就是净土的修行方法，也就是说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同时呢要多布施供养。可是万一自己已经发生了病痛，没有办法自力救济的时候，那么有他力救济的办法吗？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亡了，能不能怎么样的弥补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小姐好。是，万一真的已经病痛得很严重了，没有办法再行这些办法的时候，师父觉得有没有其他的他力救济的办法？刚才你说引言的时候啊，少了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是要念佛发愿往生。哦，一定念佛发愿往生。这个如果没有念佛，没有发愿往生西方，那前边准备的都没有用，因为你自己没有想要去，这是非常重要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说自己在健康的时候没有想要修复，这是临终的时候想要修复已经来不及，或者是啊生前根本没有修复，也没有念佛，他就死掉了，那怎么办啊？这个呢，在佛法中啊有许多的这个方法啊，根据南传的这个我们叫做小圣的上尊部的佛教呢，遇到亲人或者是亲友过世了，那替他念经，念呢这个度亡经，就是念经为那个亡者说法。这个在77,49,000之中为他念。那如果说自己啊亲友是有这个禅修功夫的人，那就是为这个亡者禅修，以自己的禅修的功夫回向，或者是呢分享或者就是说心里存着就是为这个亡者的亲友啊打坐的，那这个以心理力量，以禅修的功夫的力量，也能够影响这个亡者不会堕落。那一定要是在刚刚往生的时候。刚刚往生，如果往生很久了就没有用。还是有用啊。就是越早越好，往生久了以后可能他已经转身，已经堕落的堕落，已经不知道到哪去到哪去了。如果刚刚死了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那这是南传的佛教啊。那北传的大致上呢，以诵经拜忏呢，那对亡者有用，像地藏经就说得很清楚。那许多的忏仪，像这个梁皇宝忏，那也说得很清楚。还有放焰口，那也焰口也很清楚啊，都是救济那个亡灵的。那还是以刚刚过世的人是最好，替他做布施，替他做供养，替他皈依三宝，那替他诵经，替他念佛，那有用。如果不会怎么办？不会简单的啊，念佛总会念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不断的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等于是念阿弥陀佛送他走，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时候哭是没有用的，哭对亡灵啊只有干扰他，干扰他。那他也舍不得，你舍不得他，他也舍不得你。这个时候心里很慌乱，很慌乱的时候究竟是往生到哪里去不知道了。所以是最好的是啊，念佛诵经或者是呢赞叹他在生的时候
做了些什么好事，他晓得他做了好事，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有用。这是净土宗啊，净土的修行呢，就是我们叫助念。那现在我们在台湾呢，几乎每一个佛教团体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啊临命终时的人，这个叫做临终关怀。另外呢，西藏的藏传佛教，他们有一个叫做中阴身救度法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法门，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三天半之内，他迷迷糊糊糊糊涂涂，他不知道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死亡了，从三天半以后开始他已经知道死亡了，这个时候要给他念经，要给他说佛法，让他心开意解，这佛法的救济，至少身为人，身为天，或者是呢能够啊升到佛国净土，跟这个本尊化而为一，那就是得解脱了。这个是呢我讲的这么多啊，这就是都是呢人临命终时在学佛，学佛或者还没有学佛，死亡以后这个给他关怀，给他帮助，那这个就不会多而到。那我以上呢都是讲的什么，就是讲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终极的关怀，叫做啊生命终极的关怀的意思，就是从生到死，但是呢必须面对死亡，一定会有死亡，所以佛法呢是我们讲解脱苦难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终极关怀，从生命的过程之中的关怀，要有慈悲，要有智慧，到最后要面对死亡，接受死亡，而准备这死亡的这个阶段呢，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。这个呢，如果死亡以后，那还有啊，死亡以后的一种啊补救的方法。那我以上呢，就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佛法的生命关怀，佛法的生命关怀、终极关怀，讲完。我想，对我们很多人都有用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